有冇谂过你每日嘅肌肉有几多工作量啊？有人同我讲嘢，我就算瞓觉，肌肉都未必可以休息嘅。坐紧嘅时候就会用到，每木杖大肌、头肌，每第一只字都运用到。我听唔到啊！行路嗰阵我哋会用到。我听唔到，听唔到啊！松声啊！先生可以试下喎。